欸，我们这个可能哦，哇，不打到十二点可能都打不过啊。210D。可以可以，哇，这一队真的是个挑战啊，真的是个挑战。好，第三关。哇，这个倍率我觉得，你看都开了戒网了，还是有点不足。这边的话可能要开这个，可能要开草，开，我想一下要怎么开啊？下一关开神乐，神乐会把水珠转掉，这样应该是比较好的开法。这样就可以省一次龙科。啊，不行。啊，这边要怎么打嘞？撑不住哎，没办法啊，一定要开啊！这边再把它洗回来吧。这边慢慢磨哈，磨到技能跳起来。这边磨一下。
哎，完蛋了，死了！干！啊，吃个石头吧，吃个石头好过年啊！可惜，没转好。刚刚那个真的没装好，太可惜了。这地方的话，吼，我个人是觉得啊，应该可以过，应该可以过。刚刚好啊！哇操！这边的话，我们要主动把草剃的技能弄掉，因为等下会被附加消除，所以就不用刻意去转那个。好，球王队的回复力在这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第八关，哇，打到第八关了。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麻烦一点，要叠草剃。我们这边要叠草剃。哇，这个后面每一关都很硬哦，这每一关都很硬哦。真的很难填。这样子比较好转啊，不然我真的看不懂了。这样不对哦，这样不对哦 ，no no no， 啊，等一下，干，转到木，转到木了 ，no no no， 这样不对哦，我剩十颗 ，no no no。这样不对。啊！完蛋了！干，要重叠了。算了。拳王要转这个超烦的。No no no， 这边的话呢，我个人齁
肯定是要开这个的、啊，这是肯定要开的、啊。再加个这个吧。哇，要再吃一颗，这边要再吃一颗，但是没办法、啊，为了通关还是得吃啊。不，我先攻，各种更新啊。拳王如果正常发挥的话，是绝对没有问题。对啊，问题是，哎，可惜啊。现在几颗？两颗。我剩九颗。起手出错误。哇，太硬了，大哥！你这么硬，你妈知道吗？干！岩浆，岩浆，有过。干，我真的不想被他打到，被他打到很麻烦。可是又一定要被他打到，干！干妈的，我的新珠哎！哎，这么痛是要怎么打、啊？我操！不行 ，no no no， 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，大哥，这样不对啊 ，no no no， 等一下，只能开这个。真的会死啊！这个真的没办法打啊！这个到底要怎么打？真的没办法啦，干！这到底怎么打？哎、欸，无法控制！哇，是干你老师的、欸！啊，吃石头，剩九颗啊！到底要怎么打？能洗几回合是几回合啊？我的新竹，给我不知火舞跳起来。新珠，新珠，三颗。
还有点机会。快死啦！干，真的是极限操作啊！我真的是无言了，妈的，在这边洗技能，干妈的在这边洗技能，王一洗技能有没有看过？你妈当哈莎在玩耶，他这是当哈莎在玩耶。阿莎是可以在这边洗技能，没错、啊。不要断心，不要断心。我总共吃几颗？三颗还是四颗？还可以接受吧？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吧。真的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个实况主疯了，真的疯了。这个不要理他了，不要理他了。也无视控制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无视控制啊。暗符石不能消，这个也不能打，直接来吧，直接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拳皇通关，没有暗珠，太神啦！可以过吗？啊，这个吃石头过关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真的是没办法。唉，我从一开始我就很看好拳皇，这个我的小老弟啊。看一下啊，啊、哦，龙坑脉动 ，D47 啊，各位，好，满分了，可以过吧？可以过吧 ？K 跟那个草剃都开下去了，全部真伤都开下去了，哇，这个伤害看着就是舒服。妈的 ，K 从头到尾只有在王冠用到而已，前面都没用到。六颗石头，十二颗石头，大家都懂。你们真的是啊，中国新说唱中毒啦。